欢迎大家来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。这本是科士 MC A Level 第39条，题目呢就讲话有一个类似吊唔知咩嘢啦，咁就有粒波喺度嘅，咁咧就有一条绳咁样吊住，呢个系一个 theta， 咁另外呢边都有条绳卡住佢嘅，唔俾佢喐住先嘅。咁喺稍后嘅时间就会整断呢条绳，咁呢粒波就会向呢边喐，就会弹咗嚟呢度，咁就会咁样喐啊，喐佢，喐嚟喐佢。咁好啊，依家有两个 case 啊，就系 P 嗰阵时同 Q 嗰阵时。咁 P 嗰阵时个 free body 同要话 Q 嗰阵时个 free body。首先有 MG 先啦，有一条绳拉住佢，有一条 TP 咁样拉住佢。咁呢度得 MG 同 TQ 冇绳拉住佢啦。咁好啊，依家就要画十字架啦。咁画十字架咧就有两个条件嘅。第一个条件咧就系话，如果有 A 嘅话咧，即系有 acceleration 咧，佢个十字架就会向 acceleration 嗰边咁样画。但如果冇 acceleration 嘅话，咁个十字架要点啊？就越少 soft component。咩叫 soft component 啊？即系唔喺个十字架内嘅，要突出街，然之后要计 sin theta、cos theta 嗰啲咧，咁就越少就越好。咁咧喺 PA 个 case 咧，因为有第二条绳拉住佢唔俾佢喐啊，所以冇 A 啦。咁个十字架咧就应该越少 soft component 越好嘅。咁好啦，如果依家我直线画一个十字，咁呢两条线喺个十字架入边啦，得一支要怼出街啫，咁就咁打直画个十字啦。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噶。MGTETP。Theta 在這裡，因為如果看回這裡，這個跟這一條線是 parallel 的，所以這個是 Theta。 然後用 Solving Component 起個盒仔，然後呢這支就會是 TP cos Theta， 這支就是 TP sin Theta。 題目呢就問 TP in terms of MG 和 cos Theta，咁咧呢度唔使 in x in y 啦，就咁 in y 咧就已經可以解答到條問題啦。咁 TP 就即係 mg over cos theta。好啦，到 Q 呢個波啦，咁因為佢有喐動啊，所以咧有 A 就個十字架跟個 A 畫咁樣畫法打斜嘅個十字架係。咁 mg 懟落嚟啦，然之後TQ 就係y axis 咁樣嘅，咁呢一個係 theta 啦，然之後其實呢個圖唔係畫得咁好啊，唔係畫得咁靚，不過唔緊要啦嚇。呢支係 mg， 然之後呢一個係 theta， 咁用翻嗰個 opposite 唔知乜鬼angle 啦，咁呢個都係 theta 嚟嘅，咁所以呢支就係 mg cos theta， 呢支就 mg sin theta。咁其他呢支仲想畫嘅咧，我自己多餘先畫出嚟嘅啫。因為咁樣一睇 in y 咧，又有 tq 有 mg sin theta， 咁答案已經隨即出咗啦，就即係 tq 等於 mg sin theta。咁兩支都揾完啦。我想啱啱嘅內容應該幫到大家唔少㗎啦。如果大家有唔清楚嘅地方，歡迎你哋留 comment 嚟問我哋。如果想知道我哋最新嘅資訊嘅話，就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